真力时是一个不断突破自己的品牌，它也始终陪伴那些不惧挑战、勇敢追梦的人。真正的想要去把梦想照进现实的时候，你就要去付出一些努力，你就要去做一些真正热爱的事情。当你热爱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是你发自内心的想去做，你就会拥有无尽的动力和巨大的能量，可以让你不断的进步，不断的去突破挑战，去接受挑战，完成挑战。对于我来说呢，我不太喜欢一成不变的生活，每一次挑战我都想做得更好。未知也是保持神秘新鲜感的一个驱动力，勇敢地去探索未知的领域。所谓的成功，我觉得永远都不会觉得自己有成功的那一天吧。我觉得成功是相对的。 Time to reach your star 是鼓励勇敢前进的力量，这个星星就像是激励着你的目标，不断地去挑战自己，让自己做得更好，永不止步，将梦想变成现实。